觉得冻卵就是喜欢，都一样有好处。就是可以帮助求孕的家庭和提高家庭的完整度。这个是一个你不会知道的。身体健康的女孩，32岁以下就可以。20岁以上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就可以养出珍珠般的好卵。不用特别吃什么营养补充品，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。我在的地方，家里是。